Salud.好啦，各位又来到我们每个礼拜六晚、每个礼拜天晚上的 podcast 部分啦、啊，安安。啊，应该很多人在看奥运吧？虽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还是觉得祝福台湾队加油啊！好，那我们就来改一点进度啦。我神魔节这个现在555分了，哦，快要满了。点开看我神魔节的卡片，我很认真啊，该有的都有啊，对不对？除了少数几张以外。超认真的，不过我这些还没打了，就是像这个我到现在是打四场。你看，瞧瞧我队伍，对，奥运跟健身环，对不对？看一堆人玩健身环，其实我好奇耶，就是对有没有可能？怎么说？因为我刚刚本来想说有没有可能出这种就是有健身游戏方面的奥运，后来想想不对啊，那这其实就是游戏比赛，也不需要套奥运的名称就是。等一下看，如果今天那个台湾队，由谁是谁负责参加健身环大冒险的奥运，直接先死在路上。对，我觉得最近这个就是我就怎么说，最近奥运的梗都很多了，像是有人知道那个什么那个射枪比赛的冠军就是谁吗？不知道那个很多套着奥运名称的游戏啊，那个Nintendo就出过很多款啊，就是马里奥跟索尼克在圈圈叉叉奥运之类的。对，有人知道射击比赛的冠军是谁吗？没有人，全天只知道都只知道银牌是谁，哎。连我也不知道，好像听说是塞尔维亚是冠军吧？对，就搞半天，全世界只看那个哇，土耳其大叔他妈的好帅、啊！还没打。最近那个地狱级很简单啊，所以我玩了一堆很奇怪的队伍啊。对，有人说那个水人的那一只，干我不知道水人那只能不能过、欸。你要讲能过，是不会死啦，也不会活啦。我是不知道他爆发多少，就是，好像他分数最高，可是他拿第二，为什么？也是什么积分方式出了问题吗？然后最近还在玩三藏，你有看到那个三藏那影片？我靠，三藏的爆发真高哎、欸！有天不是啊，他妈的，我每一关都等于进场跳技，因为我根本打不死对面，好吗？我每一关都等于进场跳技。哦，是团体赛哦，真的假的？啊，所以他其实，在队伍里面是最强，对不对？我是最强。反正我跟你讲，那个大厨是真的帅，老实讲，也是就是那种就是男生中梦寐以求的大厨的形态。然后这天就一堆奇怪的梗图。今天是这样，我那个推特有一大堆。这是一大堆梗图啊，对，都是关于这个大叔。对，我是这样，这个。对，我只是来那个被国家叫来打一个，怎么说？退役杀手被叫来打那个，然后就拿一个银牌走，很帅。一堆梗图。你跟着也不是这个梗啊，是这个梗，他妈你不跟也是路上就是一大堆哦，对不对？你平常打开那个脸书，你就看到一堆人在讲的哇，对不对？不打，可是我说那个是真的帅啊，可是也不要去就是怎么过度骚扰人家，到时候跑出一些奇怪的谣言，那个他全家老小被挖出来，就他会觉得不方便嘛。怎么开一直都开着、啊，这个跳我知道，有个家伙的那个太大，然后顶到那个杆子，这个我知道。
进阶阶哎，普罗上线之后玩起来那个伤害是真的舒服哎、欸，对，原他伤害多了两倍左右，对我然后加上那个猴子那些的，哇塞，感觉是有人有抽普罗，可是以前都没有怎么在玩的吗？问一下。我上次说那个伤害跟机体，那个血量简直，你看我刚那个血量多少，又70万，也要撑可以撑到他妈的100万。猴子能干嘛？猴子可以铲三排那个、啊、三排猪啊，对，就等于说你整版都是神猪猪就可以一小，他还可以帮你加700机级。对，然后光北欧就是他有一个三倍的，那个加上他的神经的武装龙科，对，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带，我只是觉得，不过这个队友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是你碰到加护猪你会出事。我前几天在挖那个什么，我忘记我在挖哪一关，就是对面有个加护猪的技能，然后我从头到尾都笑不到。哎，中间不小心超补了，太不小心了。啊，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赶快把这个双周打出来。对，然后还有这个彰显公园的天平，有人每天有打吗？我到现在才打4次哎、欸。听说这个有14天要打。然后他一直开了14天，哎，有没有解决盒吗？没有啊，我现在是元刚553还是50？不是啊，这个他妈的很容易忘哦。对，无数狂妄我都没有在打了。我们打一下我们的塞巴兹，有一只人民怪鸟。感谢预测第4这个月，感谢已经做过了第4这个月视力，没想到做啥，应该说。是没错啦，的确他没有讲能做啥，不过我觉得很高几率是拿来抽可能下一张黑金之类的速度光，可是他不是一次型的，他不是一次的速度光，他是累积速度光。对，哎、欸、看，可是我记得塞巴斯这关还蛮难打的咳咳，当初的时候啊，这个家伙是哪一个卡池的、啊？有没有人记得？对，因为我记得塞巴斯在当年是。怎么说？崭新的时候吗？崭新的时候的某个卡池吗？对，反正巴黎有够。我唯一的一件就是，我好像用巴黎打这关，然后觉得很难打。木的抽到谁？我还没有抽哎、欸。叮，是无主伤害对吗？是。我还没有抽哎、欸。我应该说。我应该是已经打3次以上了啦，可是我还没有去把那张卡片抽出来，而且那里面也没什么我值得我抽的东西吧？什么夏夜那些我早就都有了，对，班我今年也选到第5张了。不然电影我还没去看，对，最近很懒得出门。叮，就是你15光15暗，我有5颗暗，全是9个暗。哇，这好亮哦！这金破不是啊，我想要5张的东西早就5张啊，那里面搞不好真的就是选金破哎、欸，也许。暗珠，再给我看清楚暗珠剩几颗。你知道我那天不是打了一个什么木北欧通关那个地狱险？我本来是想要先打哎、欸，应该是水北欧，我本来是想要先打木北的，结果看了一下木神，哎，对不对？还是打水神好了。木神那关被特组就算，那个牛棚简直是。我其实可以直接开这个狂妄九折。因为你已经有3颗啊，对，可这个有10颗啊。哎、欸，这个有加护珠吗？不要告诉我有加护珠，不然这个队伍简直是，也是痛苦到不行。专注神主要是水神最近补了机士啊，机士打起来是真的，怎么说？他那个撑伞跟那个电影甲，因为你知道北欧城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北欧城现在全身上下都是问题啊。可是他的最大问题，他补不起来。欸、你在想象现在还有人的血量是补不起来的，你知道吗？对 对, 對，所以机制本身的三维加成跟加七康可以帮北欧城把那个康度撑起来，因为他本身是没有那件加康的。对，这问题就很大了。对，比木北来讲好补太多了。对，20 C 哦，整个有吧。
生产速率很，当然生产速率那个，对，扩成这次最大赢家哦，对，倍率跟技能都变强，跟队伍技能。喂，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孙策有办法过那个吗？有办法过那个哈佛？或者说，我真的好奇他的爆发是多少了？对，毕竟哈佛那关没有说什么，你真的会啊？忘记开那个，没有说什么，你真的是会，就是会死掉的地方。除了王二以外，王二都可以收一波爆发。对，可是我好奇他爆发到底打多少？那关血量多少？三兆？应该说最低的血量要求标准应该是不是血量、啊、爆发标准，对不对？转，那我自己转三十字好了。还说先开，我是先开泥路的嘛，所以应该会后追。好像也不用，他直接破了。不过，啾啾啾啾，纯水有谁能打？不然我要开，我要能缩他一波爆发，对不对？我每一关都要存满技能的情况下，我每一关都要存，都要那个。爆发要打到十，至少要十兆吧。网友克除无所谓，可是，等一下，这整只无效，好，都开这个。还是转化哦。噔，好，我们叠一下。最近猴子用的多、啊，两只猫人，可是那关有克数，我都把自己，我都把自己烧死啊！那关只能走那个三步，第四步开始就要准备死。没事，水好像那边补东西，也不是打水，最近不是补了，最近哦，拔刀斋吗？可是那个是这个队长不够强，对不对？与其说水源没有补东西，这个队长的问题。点个血跟火。好，而且这关也不能，就是这关一定要找爆发力够强的。对，这关你找常驻，因为水源不是有水雾、有马奇、有露西的各种常驻，可是这关你找常驻没什么意义啊，你要找那种一次爆发十倍以上的常驻。拔刀斋或许有办法打伤害吧，因为毕竟孙策也只有一二蓝，应该说孙策的蓝军地形加 1.3 倍三维也比不上拔刀斋的那个36倍哦。水灾可能增伤没有那个吧，没有拔刀斋那么高吧。对，主要是你要先想好搬，我们先试试看那个伤害啦。但至少应该是不考虑啦，应该说。他那单纯单发的伤害只有第一发够高，第二发开始其实就没有很理想。我想一下，拔刀斋，这个，我需要一个，干，好像也是得看自然，不然我第一关过不去，我第一关过八，我就不知道打到民国哪一年。水刃发型，我有这个。我要有五鼠强哎，2.5倍。假设我今天带的是这样的队伍哦，水人再爆发，谢谢你哦。不是水人哦，也是哎，因为我有拔刀斋的情况下，再爆发的增伤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对对对对。有拔刀斋的那个刀伤的情况下，等一下哦，拔刀斋是百变有办法八 C 啊，好像不行，心无阻啊，叫什么那个吗？八 C 没有叫什么？不太好，不是，我是想第一关，因为看这样真的要带他，真的就只是第一关要用的，还是在主角啊，对，主角增伤效应该很可观的、啊，还是我们不要蓝军。哎，第一个死掉就是弟弟。
不是啊，努亚达是因为它可以再爆发，可是我这边再爆发是因为我可以同时再吃一次刀伤，对，所以再爆发那个制裁下去的那个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好，现在怎么办？我们全部装这个包包帮拔刀仔做球。好，我们看一下这样伤害多少。我们先打第一关啦，我们先过第一关再说。然后一定得吃油板。我们先试试看，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说，机械测试那关扛不扛得住我的伤害。我先直接进地狱花25滴试试看，来嘞。蓝军就这样死了。好来啊、哦！也是普通科技能。这样的话，小弟姐妹，我都有那个、啊，都有拔刀摘了。来，我看一下。如果这边开这个再爆发，然后我要转8C 怎么切？等一下，1、2、3、4、5，谢谢，我会算数。这是八吗？好。给九十一，给九十一吗？我的水珠是自消呢。哎，我真的还炸了一下，9000亿。等，我们再试一次。我们这次转好一点。看一下，还是我们三流光芒好不好？大不了三流光芒，这是。好眼，这叫几年啊？那个秦始皇三张都灌得出来，这家伙伤害还真的不好灌。不是，现在问题是，就算我前面真的是一下一下一下给他敲过去，我王冠还是过不了啊，对不对？我王冠是真的要一发给他死、欸。还原不知道，我可以走，我还是可以自己走人珠珠出来啊，所以还是偶尔有点伤害啊。1、2、3，我刚怎么切的？1、2、3、4、5、6。1、2、3，传说中的田字叠，看看这是伤害会不会好？哇，这是切比较好，我还有亢奋哦。哇，三兆 ，OK， 太强！我突然觉得艾莉好像没什么用，可是我没有艾莉，我过不了尾王。我第二关就过不去啊！我刷不到全光啊，对不对？哎呀，对，我版面上只有水跟星哎、欸。谢谢，我们过第一关了。目标是过第一关。哎、欸，这家伙有怎么说？好像也是哦，因为秦始皇吞文龙的那个年代已经是那个开一季已经是几百亿在砍了，对，身上是50000倍、欸。加我是几倍？我真的没有蓝军，我只有6×2.25。对呀，6×2.25，13.5，再乘以13.5，好，我有182倍。我他妈的甚至比现在画眉文单边还低。我双生色跟生色配画眉文的倍率是画眉文倍率还比较高。哎。如果我单边少什么？单边少那个，还是我试试看配画没有？啊，我试试看我配拔刀摘好了。拔刀摘单边有几倍来着？
不对，150倍。对，如果我现在可以爬到最后，会打比他的痛。等一下啊，就所以是人类，好，然后把战场就废掉，对不对？战场就废掉，放一个随便放的东西啊。好，战场就废掉，这比刚才还要痛吗？为什么？不是我测试一下嘛，我测试一下，我配到他在后还比较痛。哎，好，这其实也不会吗？哎，算了，还是乖把对象拿回来好了。是要水斋藤吗？我需要水斋藤的版面啊。可是水斋藤版面就没有水月有没有其他做版面的东西啊？对，我需要一个单边孙策怎么玩？水人做版面哦，我需要各种颜色，可是我又不想要哦。还是乖乖孙权哦，孙权有光珠啊。董事长不是啊，我想要看看那个伤害，至少看起来乐观一点吗？造版面，永远不卡状态啊，好讨厌，每个人都卡个状态。对，我需要一个不卡状态的，可以产光珠的会最好。哦，你说那个谁，杰拉尔吗？是叫这个名字吗？好，我们来看这伤害如何。哎，注意啊，我的四消还在，我只是没有间距哦。对，哇，好怀念。好，这个，喂，我刚怎么切的、啊？这样，然后这样，这样，这样，哇！因为反正这两只有制裁，哇、哦！等一下，我真的不用啊？哦，哎、欸，哦，对哈，因为我这两只多一个零 ，OK， 我真的不用再爆发了。5、5、6、4，真的好短哦。哇，对，这两只多直接多了一个零，哎。谁还需要再爆发呢？也开始体会到雪莱的感觉了。对，原来雪莱副队长配这个是这样，是这种感觉。啊，人生好短。水珠是20颗，对不对？如果可以把奥丹尔把水珠全部隔开，就是刚好20颗。可是我还得消2死。哎、欸，我也不用艾莉亚了吧？要再爆发孙权拔刀斩，因为拔刀斩这两天还有个猎杀，对，还有个猎。然后我开主角，然后放这个。所以，而且这边是人类，我突然想到，他是人类，所以我甚至还多了一点点猎杀，它是1.5倍跟2倍的差别。哇！再爆发的那个智商效率加，哎，300年过后，啊，那我只要，等一下，有关哪一个？我先试一下，我是应该带一个，我是要带延秒武装，我他妈整个时间只有六，我整个时间只有6秒、欸，哎。我已经好久没有转只有6秒的电，我要怎么切啊？还是我其实直接为什么啊？因为我多来，
不是，因为我多拉一颗，我忘记我多拉那颗是水了。怎么双测？你有看我们刚刚第一关双测那个爆发吗？其实我直接放手就行了吧，我涂完之后直接放手就行了。等一下，我涂成啊！等一下，六秒好难哦。对的，因为我现在是五个包包，五个包包的话根本就只有这两记的一个颜秒哎，完了啦，我连走原地我都有问题了啦，太紧张了，对，因为转身时间平常很久，所以你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修那个板边，现在没有了，对不对？不对，中间是两颗，完了我要那个，我要崩溃了，要怎么切啊？我想一下，这完全切开哎，走原对原地是二二，因为中间会连在一起。我还是得走，还是得走路啊！所以，青春拉的话要拉，不行哎、欸。对，因为我要把它变成一二三，因为我要消两组四，我要消两组四才有倍率。只有把这颗星移走，可这个星移走后，我要放哪里才不会消到？哇，原来这版面有这么难吗？等下我要开角色模拟器，我一开始没有想到哎、欸，我原本以为想说哇，直接放开就都有纸，哈哈。对，可是我现在我必须把星都移走的同时，我要消到二十颗水，然后还有两个四，我不能直接水族一坑一坨这样下去。哎，等下知道怎么转？我把它切成，还是我星出一个四颗，然后想办法隔开，隔开。你讲，你已经想好了，我看一下。靠，这样不是，我只有六秒，大哥。饶了我！你知道那个 EJ 刚刚传一个什么版面给我吗？他说这样，呀、yeah，OBS 当掉了。他说这样，他说我只有六秒啊，一二三，哎、欸，这是布拉，我想一下。Hello，卡住了吗？Hello，回来了吗？回来吗？我说他贴一个这样版面给我，我现在要思考一下怎么切。而且这个是布拉角色的猪的话，这样一二三，这就是那个、啊，就是平常的人要用第一型把那个版面隔开的时候，这个人生。Hello，然后转我试试看，不是应该说我在想要不要上下涂一点猪，还是我就拿路过人猪猪好了。好，我试试看，应该是还好啦。就是，可是我要先记得这边嘛，这边是新珠，这边是新珠，那我就这样吗？这样对吗？哦，还是这样。我本来想把人珠都补一补的，好啦，耶、yeah! 哦，哦 OK，好啦，再继续存了，要不然这是好久啊！我好想要先出去换个武装哦。可是一想到换武装就更痒，我就……等下，这关应该还好，换个武装。我刚不应该开双拳，我刚刚应该是等到艾莉亚跳，然后给他死。甚至我觉得我第一关根本就不用开艾莉亚。然后我看一下奥运武装两秒嘛，还是我带几个这个、啊、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对两击比较强，队长战友自己减三，OK 就决定是你了。有没有其他更强的？赫哥是什么技能？四水减三好像不重要。你是什么技能？2024反手消腐蚀。凯撒这个什么技能？四十，头一减三，也一模一样。怎么就历史知道了？然后，因为这个动作是延两秒是吧？2.4秒，哇，干太强了！带一下。然后你也带一下。好啦，就这样，我怕我这把它就完美输出了。等一下，有对，我要怎么接？我要怎么接第二关？我第二关要塞流光哎、欸，
啊，我开孙策塞流光，哇，感觉孙策技能是有用的。就是我开孙策塞流光上去，然后我在旁边喝体育剂，然后我在那个下一回再爆发。哇操，太聪明了，天呐！对，因为我下一回大爆发的时候，我那个什么会被那个什么会被还原。好，来了来了来了。对，所以哎，单队长孙策，对，梦回那个什么，梦回西欧，其实也不用这么多颗吧，读一下，保险一下，突然有用了。我再给他们过大腿吗？对，比起这个队长，给你。又来了，我第一关不开艾莉啊，艾莉是有点久，而且我第一关伤害看起来是挺够的。然后，上了再爆发，没有全接水完全好奇怪。唰！嘣嘣，16兆。好，我们现在就等技能跳了。哦，我们一直在爆发。哦，转身好久，好幸福哦。你幸福吗？不，我姓孙。哎，其实不是啊，那个什么西欧那个时候孙策还没解放，我想说那个什么那个雍正怎么可能对讲机倍率比那个谁比孙策还要高？那个时候还没解放的孙策，有折子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哇塞，哦对，这样只要动右半边就好了，好像也是，诶。哦，再爆发跳了吗？其实再爆发，这个再爆发有那个对不对？哎，不对，他没有减 CD 计半，对不对？印象中，虽然他是自家，可他没有减 CD 计半。好，这边先艾莉亚，哦，主角放，那我其实，哎，对，那我其实根本就不用图人就猪嘛，开主角放着，然后再开那个谁，拔刀斋就行啊。我刚是因为开反了，所以才没有人猪。哦，这样，我看一下，这样，哇，呀，嘣嘣嘣，八掌，太强了，好了，开始魔技能了。哎，我看见有些回不回回来，回来吗？我相信，因为我们现在康博都没那么高了，应该是可以啦。然后就卡星了，谢谢各位。等一下，有种东西可以救一下的，在干嘛呢？我也不知道。可他，对耶，因为这关，对耶，你问到重点了，这关没办法，这关产出无效。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带真权，是因为我想说，把这个东西开一开之后，我需要开个东西补光珠，不是、啊，把它再开就没反应啊，是这样，转出无效啊。然后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转出无效，那我好像我也不需要真权，因为我所有东西都没办法把那个版面给那个，哦哦，那其实根本也不用升，根本就不用升权，那我可以再带一次真伤了。我靠！然后再卡一次，哎，你这种剧情在哪里看过？哦，天降，哈哈！然后下一回再卡一次，哇哇，爷青回啊，突然年轻了起来。
看，一组星就补满血，北欧神做得到吗？干脆说，我刚刚无聊已经把宝宝再点下去，现在还要再等一次。那这样孙权那个放谁啊？放个露西是不是比较屌啊？不对，放个……但我想说放水屋，可是水屋好像也没差啊，因为反正我要开开关关，开开关关，开开关关嘛。对，我需要一个不占状态的增伤。对，水屋感觉就不错、啊。那不管，都拿着关了。不知道马奇卡状态啊，对不对？我现在需要追求爆发，就是要四个状态。然后水屋的话，就是他不卡状态啊，已经没办法回头了。我们等一下死了再回头。所以我还要队长技，因为你知道当年的队长是真的没几个队伍技，知道吗？大部分队长虽然说明面上是叫你组双队长，可是实际上根本没几个就对了。欸，没几个有要求你是要双队长，只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双队长可以配，而且那时候腿也没有强到会让你想去配。你看秦始皇那个队友那么的强，可是你看有多少人是爆过秦始皇？对，大部分的人都是双队长，因为双队长有些副队长比较强啊。好，可以准备爆发了，我想一下啊、哦，我要用出我无敌的孙策，我要先走红绿灯，然后把流光牌塞上去。哎，牌子还是有点用的、啊，你说？好，这个，那就不能开艾丽亚，那就。欸、其实这样一个就带着走吧，孙权甚至可以省下来。啊，然后十二拳，光，在，啊，又做是应该是，但我说以前有队伍技的东西就不多啊，对，大部分就像孙策这种无关痛痒，他你知道这孙策的队伍技能。理论上来讲是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兼具50%猪这一条而已。对，蓝军地形好像队伍中有三个蓝军，然后战友是蓝军，好像就能触发了。啊，现在怎么办？我这边干怎么没防守到队长，就好难玩。啊，修。啊，这个，谢谢各位。啊啊！我可以稍息一下。不对，我有十一万血。我现在才发现我有十一万血。哦。钢炼师傅2.2倍而已吧，今天总水壶比他高一些。我想一下啊、喔，其实我有需要再爆发吗？好事，但我没说，奎爷我错了。啊，现在怎样？对，这就是新珠越多，新珠越少。不，对，还是我们出去换水屋啊？我觉得我们换水屋这关就可以救一次了。换水屋好，我们完整的走完一遍。对，我们完整走一遍，再一次，轰蛟动王。主要是轰的主动技能卡一个状态，可是我不太确定我实际上需不需要。怎么说？我实际上艾莉亚只有伪王要用嘛，前面其实可以拿，那我就轰好了。我觉得轰也好一点，而且轰可以帮我补主珠哎，因为我真的现在是没有兼具的，轰我要强一点。这也是你的轰的武装是干嘛的？我记得是减三，然后没有哦，0.5秒。你还是乖乖拿剑吧。好，不是啊，就没有理由那么容易卡猪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好 ，take 多少？还是不对啊，也没有龙哥可以救那个、啊，对，又不是义勇那种。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我队长是孙策，然后我有11万血，你知道是什么鬼地方？等一下啊，怎么开来的？水，这个再吧，我不知道这整关都可以控制不是吗？哎、欸，这关好像没有不是控制的样子。我记得我用巴力打都是这样。第一关已经转到非常熟悉了，好心酸哦。哎呀，这嘣嘣23兆。5、5、6、4。啊？哎、欸，不是5、5、6、4吗？我少长一颗。慢等。对，这次没有计半吧？我记得我拉一次试试看，5、5、4、4、4、3，对，只能用心，不对，4、4、2，哇，差点见鬼！对，这次没计半，哭哭。我们现在已经太习惯再爆发这个东西是有计半的。好照真的超太轻松了，然后把你，然后你，然后等那个时间跑完。然后拔刀斋，啊，是这样吗？报告，啾啾啾啾，嘣嘣嘣！而且我甚至队友不能再往那最后一回合爆发哦，因为我一般掏死，所以我进王冠的第一回我就得，哎，不对，轰，对，轰可以控场，好像也没差，原来控场是这个意思吧？对，因为他那个再爆发这个东西，他这回会偷偷敲你一下。对，我有轰控闪，应该是还好。找代考啊！对，哎，我想一下，我这边是要，我有必要？不是，你知道我每次都想说，我有必要等那个再爆发好久啊？对，想一想还是算了，这输不出。哎、欸，这关不是那个什么，不是人类，所以至少会低一点。转，有一点新珠，好吧，完全没有到。哎呦，哎，新珠越多，新珠越少，新奇。哎、欸，再一个 ，OK。我必须写出来。那以前怎么说？资讯不透明的年代，大家都慢慢摸的、啊。对，就跟前几主角是那个什么，一组猪一点多少倍吗？忘记了，很久很久以前。这正常，我2.4秒。好，这边要看这个。对，为了防守伞，我什么把戏都用上了、啊。那我不开轰好了，不开轰应该也把我打死吧？有吗？我是太有自信了。多少？3兆而已。我刚第一关轰多少兆啊？对不对？我不开轰应该有办法打死吧？我只开3兆。哦。
因为我想要留着下一关，如果出了一点，出了一点美丽的意外，可以拿来救一下。好啊，我要出动我们的角色，他难道上来是减？哦，他减是零哦，我一直以为是减是一，就是减到零。红椒都要出场了，听说我音最近完结嘞。我今天看我朋友在砍那个马铃薯头发那个，他是变回以前的样子嘛，变成一个白头发的样子。对，现在想想，我音合作也是过了好几年，现在完结了，天哪！有种很沧桑的感觉。真假？评价普遍不好是吗？我继续等，我又想要没有在落跑的时候爆发。那我开视角是不是比较动比较好？对，我可以就是拉角色座位比较准。那我这边先开，因为轰的效果是两回合嘛，我先开轰把它动起来，那多跑一点 CD， 然后补个血，对，这样下一回合就那个什么，就可以满血开始转。流光山这方面，为什么？我流光是那个、吃油牌啊，对不对？所以塞给然后再拿个抗分比较好吧。想一下哦，站着不动。3000 years later， 那不是啊，我要自由牌，不然我这关就已经等死了。其实拔刀斋的版面有没有办法？有办法双十字？我需要看艾莉亚吗？拔刀斋的版面有办法双十字啊？好像可以吧？十颗这个这样可以吧？会比较难塞，就是我想一下。这样啊？你说哦，好像也是，不是？因为我忘记我是要拉红了，应该这样讲。我忘记我是要拉红，我以为我是要拉把它变成9颗，9颗也行，就是了。因为我刚刚有一颗放在左下角，没事，平安的度过了。我刚下意识以为是9颗，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要拉，可是实际上我在拉红。这个木珠，还好我的回复率很高。是谁一组星补满血？我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王冠没有星珠，对不对？所以，王冠没有星珠的话。好像真的应该要带水人捡 CD 耶！我龙哥好像也没开过，哎呦，应该是要我想要怎么打主角？不是啊，我就怎么说，我需要留一套爆发下来，跟主角会捡 CD。所以如果我今天我王一只开再爆发跟拔刀斋，对，再爆发的第二回合，然后开。拔刀斋，这样子的话进王冠是三，
然后被敲一下剩二，然后我轰把他冰住也不够，当毒毒谢谢你啊！我王一不开枪把他打得死吗？王一多少血来着？4.377中。可以看一下扛一下，然后就要那个啦，就要准备那个啦，就要开轰了。主要是我差不多在冒他鬼了，我好像剩三，对，然后就不够了，210。尽管了，真假？不是，扛一下矿场也来不及，因为我是进场要开剩四，然后。剩四，然后第二回爆发完打完王一剩三，然后被敲一下剩二，然后轰空2回会剩零，所以我还是一样会在最后一回的时候被一拳敲死。我等下想一下，我刚刚怎么那个，等下先过这个再说。好像在水源顶简哎，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没有想过我王一居然会没有新组。留猪啊，留猪也没用啊，因为他下一回会把那个猪子转走啊，对，他每回会把你整板啊。还是我们这样当极限赌徒，我先过这关再说嘛，对不对？先过这关再说，我们先凯迪，我们用第二回去炸他。对，应该真的是应该要带顶简龙科哎，我王冠已经没办法扛那么久了。来啊、哦，我看一下，这叫多少钱？5兆，算了，还是得开一开这个。然后，我现在是让他扛水比较重要，不过，这要怎么切比较好？这样吗？不对，我进王冠第一回就要糟糕。那我先开红吗？我先开轰争取一下时间吧，我是不想要第一回就死了。干，好像需要义勇那个武装呢，有谁可以去穿一件呢、啊？喂，哦，来点新珠，来点新珠，我要天降。哎，谁吸到？有没有？哦，有。哦，成功度过第一回合。奇遇那一颗，奇遇那颗有颜秒，有增伤，然后什么六人减三还是五人减三？减三应该够用，因为主要我是要等赛爆发。啊，不对，我主角应该在专武，对不对？我主角是带传送中的2.4秒，那专武的话走，就至少只要那个。哦，是减二哦，不是减三。等一下，救一下。好，我们这边打一个爆发哦，对不对？强而有力的爆发要来了。好了，这是啊，随机六人减二，他不讲还不知道减谁。好，在右边啊。好像是得拼哎。我们拼这回的将，然后下一回直接爆发，我跟他拼了。
然后有没有？哦哦，不对，我主角还差一回合哦。三，还要再拼一回合？好吧，我想一下哦。天零零地零零，哦，五万吗？五万，我靠，两颗金，两颗金拉满血，好，现在怎么办？再爆发拔刀斋，茉莉打不打死人？可以吗？可以吗？啊、我们给孙同学一点那个嘛，一点戏份儿。来，对，打不死也没关系，可是有关系吧？我不可能待六回合、啊。哎、欸，不对，没消全版啊！等下，不行，我忘记消全版，我能排那么开心？对，干！谢谢各位。当我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哦。把那再次背，我觉得这已经是要准备重打了，干！哦，我记得，我刚才那边欣赏我排的很酷炫的那个样子，然后突然想起来，我刚好用了这个技能。完全忘记了，好，没关系，我们先走一次流程啊，标准的流程吗？应该可以吧？反正我刚排的很漂亮，你们自己说。蹦，我还是卡机。哦，哎，是这样卡的吗？哎、欸，他走之前把那个版面留给我。因为我是真办法炸死，不对啊，那我一定会卡星、啊。哦，这应该是一进来就要开轰了。我轰，先动起来，然后塞流光给这个家伙。我们开主角上去。我没有在过法眼，我直接干的死亡二吗？对，如果正常流程的话，应该是王一开龙科，把东西全部捡起来，然后王二再给他再来一次。而且王二有流光牌，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会说太难。好，来喽，先开这个，来这个，好，对，压龙科打不打死？好像没什么好切的呢。咦？我现在有亢奋了，有亢奋，有龙科，我劝你不要小看我。而且我妈妈在暖完鸡了，对，鸡杀了多少？五个敌人。哇，好烂！有的倒没用到，所以我说应该在顶捡人呢、啊。蹦蹦哇，163兆，什么东西？知道吗？我觉得好像也没必要。我觉得我现在怎么说？我王冠直接进场抓他，然后开龙哥捡起来就行了。160多兆哎，差小。好，会打了。不是哪边有啊？哪边有吃到？有吃到费率啊，我只是不想要他那个版面而已、啊。呀，龙哥，我龙哥在哪里？对，够了，去打牡丹吧，对不对？这个是滚动，这个是攻击，这个是那个，对，然后这是二兆妖鬼。哎、欸，我没有，这个居然不是顶的、哦，这个是普通的。
42422，洗一下。不是，肯定是可以啊！我刚刚耍白痴还没有那个啦，可是我想打一场漂亮一点，我就把龙哥洗一下。龙哥，是我刚刚王冠那个耍白痴，我又需要全反，不然我前面也没有黑了。我们来 run， 我们刚刚走个流程啊，现在是正式上场，对啊，人其实也可以啊，特殊不过光火魔魔，搞平常洗魔都洗不到魔，哎，光，哎，不对耶，我现在是。好像也是，因为我现在不是那个了，我现在不是双孙策，我现在是把他在占有，我其实我不需要那个破屋主功能，干太难过了。还是我们奶杯再一只再爆，不然就是换那个吧，不是有人说什么阿士吗？阿士拉不满血，阿士不是多少一万？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常驻产个两颗金珠的吗？那我说我，因为我原本是双侧，我才会使用奶杯，现在好像也不需要了。Hello， 好像也不如一开始的四水减四，四水减二。好像是三万也不够啊。哎，哇，四人减三 ，OK， 过。这个其实就不用洗了，这样跳得起来吗？五减三摊一下，因为一星的是三减二，所以我就算再把它洗上去，绝对不会赚一朵。对，主要是我现在想要减三，我想要减幅度大一点，因为我真的头仔根本不会开。对，所以其实四减三、五减三是差不多。对，我就不信我他妈的今天洗不到，嗯。然后200000龙金属之后，对不起啦，这是我的房地契。50000-3，我减二，2-1，2-3，4-4干，更烂了。义勇，对耶，我刚刚想说，就是我们需要那个义勇的武装，那我有那个义勇武装，王冠，那我现在洗什么？洗心酸的。义勇武装好像就真的是无敌耶。对，因为我很难发生同时卡水跟卡星吧。在卡无水的卡星，哎呦，哎呦，队伍越来越豪华了，好像可以。那我，好吧，我先后悔开始洗这个，因为王一只要我王二可以用正攻带走的情况下，我王一甚至不用，我王一甚至可以直接开再爆发。而且义勇其实也有整伤了，只是他早一点开，他是 2.2 倍。然后而且义勇可以扛一次啊，所以哇，奶杯居然被优化掉了。哎，怎么4-3哦 ？OK， 我可以走了。对，哇，你看各种二奖，对，义勇二奖，孙策二奖，红脸二奖，水人精英集团，义勇的龙克武装。因为也没有嘛，0.5秒，那个时候居然还在1.2倍，三颗1.2倍。好，我准备好了，可以卡片卡2秒，下一回马上就回来了。好，这次一定过。对，我现在有防烧，对不对？有防伤，有回血，还有爆发了。有第二回合5倍嘛？第二回合2.2跟5倍，不够。好，第一关开什么？这个。没有，我现在王冠无敌啦，王冠不需要那个啦，对，王冠有义勇了，哇，
蹦你，哇，直接带走了。五五四二四，这样。马神场怎样？我看有没有看？一开始我那个双叶场的爆发是多少？是8000亿。哎，死掉了。哦，对，他不对啊，为什么？他不是？等一下，我刚刚有制裁这么痛吗？那个，我这样把一血用掉呢？嗯，还是我记错什么？我记得不是一血没有哦，对呀、啊，哦，不是我一血是直接干死，是不是？我一血没有再爆发炸到，我一血直接干死的吗？完了，我现在超困惑，怎么办？我一血是干死还是炸死的？我说我刚刚一血是直接炸。因为我说不是应该是一血炸一血干死，然后二血才能继承再爆发的伤害吗？对的，我刚一血是炸死，二血又炸了一次，哎，对不对？哈，这家伙不是无属性的再爆发吗？没事，我什么都没看到。干嘛？看一下，看，不是我一血要直接剁掉两兆也太浮夸了吧？我一血应该是用炸的吧？然后回放一下吗？OK， 一眼武装派上用场了。哎呦，是吗？是吗？我记错什么吗？就是这爆发是你一血要用打的打死，他没有用掉那一次，因为无属这爆发不吃无属性伤害，对不对？所以你一血直接打死的话，他炸了，二血就不会炸。可是我刚刚是我一血是用炸的，我二血是继承了一血打出来的炸的伤害过去。可是这家伙不是应该，这家伙不是无属性的爆发吗？我记得。哦，我一血是用干死的，我靠，马上有这么痛啊！哦，那就没事了，我以为一血是用炸死的，结果一血是用干死的，太扯了！我靠，那么痛啊！就当你觉得自己的输出已经高到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了，我刚刚双生在爆发连一兆都吃力，现在我直接干了2.5兆，哎。难怪我刚刚还在想说为什么他怎么炸下去的？第一关速刷太强了。好，现在干嘛？开这个，而且我现在有轰了，我也不需要开真正那个，真正的排出意义又消失。对，我还以为是出 bug 了，原来是我脑袋出 bug。好，我们这边再爆发这个，然后这个，对，干嘛？聊天室刚刚也一堆人不敢相信，看怎么死的？对，原来是干死的、啊，莫急莫慌莫害怕、哦。当吉祥物，真的当吉祥物，我真的觉得这样不是孙策都能过了，对不对？如果今天这样不是孙策，换个史莱姆搞不好都能过。哎，有了，还有提供新二消，还有其他东西卡你四消。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这概念就是我跟比尔盖茨、马云，对不对？郭台铭。的经济可以撼动世界。那个龙王炸好像也不是不行哦。对，王一要打死，应该是不会都太难。啊，好了，交给英勇了。水之呼吸300行，我卡星珠。可以爆了吧？我还剩3。你再憋一下，我怕一
这关要打死应该没有那么难吗？那算了，我直接打了。承认这股气势。对，我刚两颗水，我刚是卡星，我在卡两颗水。10秒过去了。哦，对，交给我们的义勇的，哦，你可以，就嘣嘣，哇，哎、欸，其实差点炸不死、欸，差一点就不够了。五颗血要多少才补得满？我要消心珠试试看，因为这东西不是吃 C 数加成吗？好，比我想象还要少。我操！等下这王冠真的拉得回来吗？不，我刚应该要消心珠的，我以为他妈的这个拉得回来，结果他妈的也太低了。谢谢各位，再一次。不对，这个不，这不是哈莎那一种吧？这到底是不是 C 2加成？太久没用，我再试一次。他是回那个嘛？对啊，他吃 C 2加成的吧？这个东东。可是我刚刚抗速也太低了。再一次，现在知道怎么打了。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哒啦！看好了，2点多兆！嘣！喂，哎，不是没吃到，哇，没吃到，太难过了。74。哎、欸，啊，等一下，多转一颗。打 OK，不是你一血伤害越多，二血伤害越少，伤害越多，伤害越少。啊，没啥，就慢慢打。其实只要有再爆发，就应该要够了。我甚至应该是不用义勇，这是人类呢。对，先等一下。这种东西，反正就是他怎么说？你一起把他炸死，不吃那个伤害，主要还是因为他那个什么，他不吃无属性的伤害。可是努亚达可以做到，是因为努亚达炸的是火属性的伤害啊。所以大概就这样啦。其他地方其实就是大部分人用就知道了。好，然后这边这个，然后这样，噔噔，对，你是人类，蹦，就是起子越多，起子越少。不是，我说刚才不是，对，我还没有讲 JN，我刚才不是今天出了一个那个吗？刚跨域的，对，我可以又可以自己取名了，太开心了。上一个武术大人是谁啊？有人记得吗？上一次，欸，上一次可以帮他取鸡鸡，不知道多久以前的事情。有没笑清楚？等一下，我们一个分析。
太难过了。不行不行，我一定要第一关一次带走，我不想在这关待太久。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哎呦！因为我把它再好起来，真的很爽，不好意思。好，我们第一关先开这个，七个2.2倍。好，然后这个不对，我卡状态哈，我好像应该开轰比较痛吗？诶，真的，轰应该比较痛，轰是那个水珠呢。啊，现在一有浪费掉了，那好像只能吼一点天降。二世的那个魔女哈，她是啊，那真是武斗大会，我一直以为是那个，我一直以为是。那个什么工会任务之类的东西，完啦，又没有2兆了。不，我要在二血待几百年。七，不对，这是六。131亿，5542，等一下，那个魔女好久没用，因为现在要不就是用泥路搓一搓，要不就是用那个什么林黛玉那些直接无视了。对，那种比较旧时代的，像暗超兽，你们多久没用了？对，有没有记得这张卡？暗超兽也好久没用了，可是以前是神卡，以前只1年半前。武术大会的卡片平均，说那个按摩女也只是偏功能向的卡片啊。武术大会卡片好像平均都蛮红的。武术大会有出现那种真的是很厉害的免费卡吗？有没有记得？快照哎、欸，真的假的？好像也没有很意外，就是。火魔哦，火魔灵魂那张，就应该说跟小魔女，我靠，跟小魔女差不多，感觉也是功能卡。对，可是不得不带，就是因为那时候魔多灵魂真的就这一张吧，我记得，也比较偏功能向的。要拉回来，这个翼龙好像真的不是补很多，他王冠真的帮我把血量拉起来了。对，我把康普顿拉上去应该就 OK，问题是我康普顿也不高啊，大概十康吧，王冠。对，尸体肉，哎，尸体肉是哪一队的啊？其实有没有悠悠白书迷可以帮科普一下的？难道你要参加武术大会，然后被我们的幻海婆婆一巴掌打成智障？好，再爆发，拔刀斋，然后。然后叫李煜茄队。
OK。啾啾啾啾啾啾啾，嘣嘣！啊，又到这一关了。我两招保命技，你能奈我何？等一下，子瑜没有忘记抓角色出起手。到时候他太久回不来，反正下一关要待很久。啊，等下开主角拉上去发呆。哇哇哇，78万！发呆时间。边再爆发，拔刀斋，哦，这样，这样，我靠，木头这么多啊！啊？等一下，哇！等一下，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糟糕。我能把这一滴血戳死吗？天啊，无敌的再爆发，无敌再爆发陨落了！啾啾啾啾啾啾，不哇！他等一下，他血量多少？我刚第一次炸多少啊？会赢哦，炸不死。完了，这一格他妈的！等一下，无敌的主角，无敌的主角。要开义勇吧？我感觉直接这样转行不行啊？切得一塌糊涂，好可怕！没有防罩，真的好可怕啊！还是卡逊，算了，还是开义勇啊！不是耶，老哥，再不怕跳了是跳了，我们开村座好了，怕等一下又要那个，我们给孙同学表现一下。有这样的话不可能打不死的吧？丑了，真的超丑，救命啊！不对，我没有钱，我钱没有补。哦，干！哦，天哪！我原本以为可以直接把他揍死，就揍死。啊！太丑了，你妈的！为什么那关会揍不死啊？其实我那关真的要把高全开，还是我先开一次龙哥，反正我会用不到第二次。啊！被气死了，救命！没有补满血啊！天哪！我那个一有那个武装是真的没感觉，对不对？是真超级无敌没感觉。
我应该也不需要，我再带一个 1.1 倍，我就不信再带一个 1.1 倍揍死你。 2.4 秒加 0.5 秒加3秒加4秒9秒够了。我这边是9秒转出的队伍，大部分的时候都开主角，所以其实不会说就是不会说秒数不够用。哦，这次有机会揍到两兆吗？哦，好啊，师长，我再无敌的再爆发，我现在是不是转到那个？等不到那个，我想一下，555，42 ，OK， 555。等，这样，差一点，数学出问题。bang， 哇，太强了！你看，这不是帅多了吗？我们直接秒掉六条血，平砍八兆。哎呦，转这些明显变挡好多，好可怕！这边开孙同学，这样，然后塞上去。哇！哎，没光珠，真的假的啦？我要在外面亢奋了，说。所以刚刚应该把光珠消掉的。真都假都啊，这边的话，把刀摘，这个公开一下啊，你带不走药水的兵，不过我记得开义勇的话，应该就打得死了。我刚刚好像只开了几招来着，那才打不死。对，我们现在已经熟练的令人心疼了，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核心的拉丁，核心这样这样这样，哦，红色三，再等一下啊。释放水之呼吸。如果是切高康一点，你们应该补比较多。我刚刚是直接往下放开，然后就直接补血。天哪！
对耶，好像他现在的武装是没办法触发第二次的，对不对？以前曾经一度是可以的嘛，现在没办法触发第二次了吗？对，那是队伍技啊，他的主动技能无视的是弓前拼图，然后队伍技是给十字跟固脸，然后队长技给二三四五。再爆发，嘣！哇，这木竹，先轰把它冰起来，让红十一跑快一点。这什么时候改掉的？其实就是那个义勇这种武装可以重复触发第二次，什么时候改掉的？应该找一点新书出来。好，这边就是纯，随着呼吸。哦，这个，啊，现在就是看我能在王冠扛多久了。6颗水强化，我到底能不能把强拿回来？如果那边是十 C 的话，重点是我现在也没其他招可以开啊，我也只能直接那个。如果吃点升华星，也许是可以。哦。不回来欸，我靠！啊！哎、欸，真的，义勇这个武装的王冠是一点屁用都没有的，补不回来。啊，为什么？看，是我行为比太夸张了吗？打到在那个血量我11块，不然就是，我刚应该是多存一回合。哪里错了吗？还是我前一关压龙科，然后王冠马龙科重新跳起来再压一次，好像这样会好一点。因为反正王冠我待一段时间，可是我可以先开一个红把剑存起来。take 30。再来点，哇，打不到了！啊，浪费掉了。Oops， 多两颗，只好体力好啊，这还好，我把体力剑喝掉了啦，你至少要记得喝。
没有孙策是没有间距的孙，好奇怪啊！原先我应该也是可以，就是等下怎么切来着？不行，做的太多了。打十万血的孙策也好奇怪啊！不是那个能打出底噪的孙策也很奇怪好吗？如果我今天我要测孙策，我觉得最强的爆发，我应该带什么队员？双孙策的话，对，因为我现在是建立在我一通关的情况下，我才这样带的。可是如果我今天单纯只是要测最大爆发，那我队应该放谁？对，还是觉得我在那边开孙策觉得主攻剑，还不如直接开把刀斩。这个无限三排也是啦，对啊，因为毕竟无限三排，某方面来讲基本上是不会死的。对，而且我现在发现我好像不缺E我那个伤害哦，毕竟我一套下去对面是一定死吧。好，这场如果再没过，就是换第二次主角。对，首先我们要先，我还是觉得，我不知道，我感觉真的是拔刀斩会比较痛哎、欸。就如果我今天我灌孙策伤害，我还不如把孙策当那个什么挂名放这一斩，然后再拔刀斩冲伤害，不然就是拿拔刀斩来增伤。拔刀斩是个不占状态的四倍、欸，如果我今天要灌孙策伤害的话，你们说是吧？那首先我要先三个蓝军。拔刀斩沦为刀伤工具人，好凄惨，对吧？这样，那这次应该是带得走，因为这次还有抗分。斩砍刀，这个应该是不是啊？我今天要灌爆发的话，一只拔刀斩，我不知道，其实炭治郎应该比较痛，可是就变成说，好像要多带几个炭去冲他攻击力。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有亢奋的话，还是看一下好了，好不够。其实应该两探最多吧？就如果你今天要灌一次大爆发的话，对，如果是三探的话，常驻的那个伤应该是不会，怎么说？一次大爆发伤应该是不会很高。对，就是三关砰砰砰，然后我就开始负责站着。好，现在的计划是往前一关把剑城全跳，对对，然后往然后直接开龙科捡回来，然后王冠怎么说？王冠进场直接。再存个三鬼应该可以，然后存到龙就跳。OK， 完全懂了。这个啊，主要是我没有想义勇补这么少我义勇王冠我真的是削了全版还补回了，真是的。虽然说全版也就一组那个东东，然后十 C，
这个。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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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哦哦哦！我还是转到了，我刚刚我血量动了，我吓到了。哇塞，刚才差点没命。新珠呢？这个木珠到底是怎样？好，我这边存到空跳起来。其实也不用存，等一下，还是我这边开，我等一下龙科直接减下去，四减三，四减三，好吧，即便扩散杀也没用吧，这关都是单怪呢。对，我是说，如果我今天打这关，我不依靠什么，不依靠凡尔赛这样组的话，我想要那个什么，想要让孙策灌出。爆发，因为看真的自己带15倍，然后你还带一个拔刀，虽然说拔刀的确是比较痛，可是对，总觉得那还怪怪的。如果他灌蓝军伤害的话，对吧、啊？可是拔刀还是得带，因为他是不占状态的4倍啊。对，即便你没用吧，这个东西也不是再爆发，这关也都单怪，那其实伤应该是蛮低的。好，我这边要开轰跟是不用开主角，老实讲，这确定不会剪歪的。你再看一下哦。对，这样我就不会被揍一拳，我这种关就是满血，所以第一回就无所谓。然后第二回开轰，对不对？扛下来。啊！轮到我的自重客出场喽！可以上去，也是他，出费扬金多两个零也没人要玩吧？好，我剪一下。这样我就剑王关是满血，好，赞！刚刚就是因为剑王关前面靠一下60趴，然后发现补不回，就，啾啾啾！哇，太舒服了！哇，他直接死掉了！一 ，OK， 完美 ，Beautiful。先开始吉隆科，我可以先压一个主角，主角等一下会回来，先一个主角再补血，然后把龙科挤一下。
多两个，对，多两个，干，我想，哦，那好像多四个零哎，不是，都是你怎么说？孙策平砍四个零，因为孙策平砍其实已经是算很灌水了，多四点好像也不太够哎，哥哥。对，多五个零呢，平砍二十兆。对，假设今天什么都不开二十兆，好像有点太浮夸喽。人称蓝色画眉丸，可以讲。然后我等一下要开，等一下哦，我要四格的话，四格要怎么开才能高输出？我开义勇，然后再把血量拉一下，义勇主角再爆发，拔刀斋。然后这个，然后我压龙科，把东西捡起来。2000 years later。那怎么没必要？哦，你说，咦，那个要特效吧？不是，那个怎么说？背景要反，那个特效要才会那个吗？直接把音乐卡掉嘛，英雄中。啊，这边直接，哇靠！我觉得这个够够他死好几遍，老实讲。其实我这边直接的救急输出，然后王直接炸死，好像想太多。对，好像其实有这个选项哈，我王一打用力一点，我王直接炸死，不行。上马刀斋，嘣！哇，好像不是很痛。我这边直接开马刀斋能把他吹死啊！你把他哥吹死。对对对，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说法？我直接开马刀斋把他吹死。9兆应该够吧？等，好，我吹个风，然后我消4组。等一下。哎，你把大哥吹死了！哇塞，那早知道我他妈今天就这样打了！哎，早知道我今天就王一把爆发全开，然后王他直接吹死，还在想那么多。对，屌虐！我刚炸88兆，哎，太强了！好啦，没事情做啦，太强了再爆发。我这个再爆发是效益是真的很高哎、欸，我再爆发是150%，再乘以刀伤的4倍，再乘以对讲机制裁的2倍。对，哇塞，直接加一个零哦、喔。巨恩呢也是可以啊，这里面巨恩就那个吧，德鲁伊跟那个什么。是免费卡，其实我觉得怎么说，我那一个他妈给我换谁都无所谓吧，对我吃掉就不要了，哼，搞外比较好转，真是。我们今天就是上来打了无数狂欢木，然后这一局打上去打了一个半小时。Where is 君恩？好啦，那我们就来那个君恩准备收工了。G
指数哪一个？你说他那个爆发的那个倍率吗？因为主要是这个是无属性再爆发。如果今天真的是努亚达那个再爆发吗？那个效益简直是飞到天上去哦。可是这个是普通的无属性再爆发就，就怎么说？对，虽然说我现在应该也没有那个问题，就是因为努亚达再爆发是当你今天干不死第一条血，像蒙娜娜转成一康的，对，然后他用第一条血继承的再爆发再爆发一次。可是我现在我直接把第一条血给干死，然后那其实就没什么那个。没什么需要再爆发，哎，导航，但可是我说怎么说？因为我刚刚直接把第一条血干死啊，所以，对，你看像如果是努亚达今天的再爆发的话，那个第一条血的刀伤，然后用炸的，对的，哇，更痛。好啦，我们来看我们的这礼拜捐恩。对，首先是武术大赛，哦，不知道过几百年之后可以用年来计算了。好，简单说是那个自己可以取名的活动啊，巴拉。好，左中间引爆所有符石，掉到固定版面的水有木光暗圆珠珠，两然后二消，然后自身以20万攻击追打木属性跟手持起手属性14。哦，比较不一样，跟以前那种直伤技能不太一样，它是攻击型的哈，所以可以自己选属性。可是现在这种破连击盾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所以你可以自己选属性的直伤，可以自己选属性的那种追打型技能就。对，看看他那个版面还蛮酷，它是有点像左切那个版面吧，是。看一下，现在看到这张卡吗？还说几个可以打了？看到他吗？可以。他版面是这样子，哦，不是左切啊，它是一个日，对，日之呼吸。好，然后这边各两颗，好，要配合二消。好，现在是我们的哦妈，另一个妈。欸，他是谁？他是哈佛？不对，哈佛妈是光的那一只，对不对？然后那个谁，那个白雪妈是火的那一只吧？对，夏绿蒂是谁的妈啊？对，他是那个谁啊？是卡洛其中一个老婆啊？可是我想不起来他是谁的妈。看一下，哦，对，我刚没有秀出来。这样，他是白雪妈吗？欸，那个谁，光的是哈佛跟拿破仑他妈不是吧？那火的那是对应谁啊？好，反正技能是根据本回合属性相同连击超越增加相同连击的，若队伍只有机械成员，则根据本回合增加连击增加相同连击数目。哦，原本是只有手消，哦，只有机械变成全部都算。哦，一回之内拆弹全面攻击2倍，浅显易懂。不过拆弹机械拆弹现在有强无敌的再爆发了，对，所以就看需要哪一种功能卡，大概这样。就是一个功能卡，而且是战力级，这也是基本里面开的。然后接下来是专属武装哦，制裁减二哦，水机的智商你们知道是谁？啊，德鲁伊的职业生活，首先第一个是直接改 CD 的部分，阿罗哈变成4，哦，云样变成6，哦，阿罗哈技能变成说就是老样子300点，然后对应的属性加种子会变500点，消除五种符石自身攻击4倍。哎，只有两个吗？我记得不是3个吗？所以火的那是不算吗？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光的兽，对，就自身疲惫，然后还有一个火的魔吗之类的，对，然后他们两个剑是同款，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夏绿蒂了，然后三个啊，对，三个，那谁？我记得他们一个人对应一个啊，对，可是哈佛跟拿破仑是，哦，还是说其实我不知道，我实在是不太熟那个新的故事，我大概只知道一部分，对，哦，所以是对应拿破仑吧？我以为哈佛跟拿破仑是亲兄弟，结果只是对太多老婆。然后接下来是火德的部分。其实先讲结论啊，我觉得这个德鲁伊的极限突破至少比怎么说，至少比元龙来的惊艳一点。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本来在聊说德鲁伊原本的技能本身就很难用，所以元龙比较多功能卡，所以元龙的极限突破比较值得期待。就是德鲁伊这次出来之后，我觉得还改的蛮酷的啦，就是啊，应该说让人惊艳。可是你平常用不太到这种卡，用不太到这些卡片就是。对，像博安娜也是一样，对应属就每个人都有这个对应属性的那个增攻嘛。然后博安娜变成2回合2.2倍无视烧哦，然后每多一个狩猎成员持续2回合，哦，所以现在三个狩猎就可以全队攻击6回合2.2倍。对，可是就懂啊，你现在也不太需要这种长时间，我觉得他还不如给一个就像土蜘蛛一样，对，土蜘蛛讲不是减10吗？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博安娜的技能是有进场跳的，然后火兽增500点，对，然后你再来一个6回合的2.2倍，哎，或许就有他自己的定位在，不然这个其实就只是个小火屋而已，对，火屋甚至还 CD 2而已，对喽。然后熊猫就不看了，熊猫这个技能就是，我先不论这个东西减不减 CD， 他原本这个技能你现在用吗？对，多多就是他把原本那个全队攻击，怎么说，
哦，你知道之前那个什么多多的六星多多跟七星多多技能不一样？对，六星多多那个技能跟七星多多的那个技能增伤跟持续效果都不一样，很好笑。好、哦，可是多多这边还多了一个哦，移动腐蚀触碰时添加为受阻腐蚀。哦，来一下，就跟博安娜差不多感觉。不过多多是14哎，他比博安娜基本短一点，也许，对，也许比较有机会用到吗？对，然后苏玛塔比较值得带就是，因为苏玛塔现在是一回的控场，哦，加两回合的三倍攻回，哦，对兽类来讲的这种增回技能比较稀少，哦，所以有比较有机会用到，一回控场加两回合三倍攻回，然后 SE 5哦，先把这个。对，多多会不会撞车？那就等他出来之后再看看了、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啊？叭叭叭叭叭！哦，下一次就是送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卡池听说有那个什么，有菊哥，很好笑。然后每次都不是一个固定的格式啊，所以啊，大概是这样。这周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哦，不过没意外的话，下周应该就差不多要接黑金了啦，所以。是两回合控也含在里面吗？不是两回合背攻吗？哦，对啊，两个都有啊，两回合控，两回合背攻啊。对，我刚刚以为控的只有一回合，所以我说苏宝塔是比较这里面看起来比较有机会出现的啦。不过也不是说什么控场，而是那个增回的技能。对，这种东西在兽类里面算比较稀有。对，谁先打一不对，然后受对，哈哈。可是其实尼禄的回复率蛮高的。好，以上这周绝恩。对，有什么东西感觉？我真的觉得熊猫这个云阳，哎。这个这种静心的技能其实可以多一点变体，可是你看从以前到现在什么文仲啊、海姆达尔啊，到现在的云阳，有这种静心就是早期哇好爽啊，对不对？爽到不行，直接一路碾，现在不能一路碾，然后还怕非常小手的时候，我觉得哇靠，这个静心的技能怎么可以，就是真的没什么用，对吧？好啦，差不多啦，对，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啦。干嘛？不，没事，起来开动。好吧，你很无聊啊！啊，那么准备关台啦。对，这周巨恩就这样啊。好，下周巨恩敬请期待啊。我们请各位一驾就是我们的那一铺大哥哦。拜拜。对，时代变了，有怪人跑进我房间了，所以我现在赶快关台。那一铺大哥，有什么对武器吗？你说咒术的那只熊猫吗？抽木的，哎，下礼拜，哎，对我还没有。不对，我应该怎么样卷算？下礼拜再那个，下礼拜再一次抽，哎、欸，省流，因为我已经打好那一波大可了哦。对，我是你们知道上礼拜我把你们丢到那个木子底下 DW， 然后我自己都没发现。哎、欸，